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学一学时间紧迫或者是时间所剩无几这个词用英语该怎么说。学单字不如学一整个句子，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由于时间紧迫我就不做任何评估了这个句子如果换成是英语我们该怎么表达吧。其实最好的说法就是Since I'm running short of time, I'm not going to actually do the evaluation. 好 ,running short of time 的同义词就是 running out of time, 就是时间紧迫,时间快不够用的意思。好,让我们再多学两个句子。I need to finish a project tonight, and I'm running short of time. 意思就是,今晚我必须完成专题作业,时间非常紧迫。Finish a project 就是完成专题作业的意思。好，第三个句子 I knew time was running short for us to find a solution. 意思就是我知道在寻找解决方案这个环节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好，这么实用文雅又常用的英文片语 running short of time 你们学会了吗？非常期待下个视频能再见到你。我们下回见，谢谢。